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入面，所有好朋友出来玩啊 ！Sunny、Sandra、Ian、Hillary。每一步都是增值自己，每一步都是向前迈进。跑步其实是为了挑战极限。时间几多少？快了半秒。咁就掂啦，等我继续训练先。依日，咁好喺度练体能啊？使乜讲啊？唔单止练体能啊，我知道嚟紧仲有一个全城带动新呢样 Sandra 慈善挑战跑，当中仲有一个3公里障碍赛。等我而家就开始训练，做咗冠军之后咧，攞晒奖金奖品，到时真系依人一变飞人啦、啊！唔怪得两个守护之星 Sunny 同 Sandra 都嚟咗同你打气啦。今次参加者仲会挑战最多人同时同宠物亲吻嘅世界纪录，真系好有意义噶！我想参加，挑战下自己啊嘛！我劝你打消呢个念头啦，你冇可能赢到我。不过今次活动主要是为了宣传守护动物，障碍赛是不限时，除了可以得到内容丰富的 Runner Pad， 任何参赛者只要完成到赛程就可以得到奖牌和参加嘉年华的游戏卡噶啦。乜咁嘅咩？咪住先，我对嘉年华好有兴趣啊！唔知有啲咩玩嘅咧？嘉年华有6大游戏，仲有美食摊位和打卡点添。咁精彩，咁我要去晒咁多个摊位啦。嗱，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想参加就快手啲啦。唔紧要嘅，就算冇冠军奖品都唔紧要啦，到时我第一个冲去终点，都一样威水嘅啫。唉，你真系想抢镜啫。其实赛事是可以带埋宠物狗一起参加，你不如都带埋嚟啦。但我冇养狗噶。我有，等我带埋你参加啊。我都有狗，但我冇，咁啊俾佢抢晒镜。嗯？啊，你两个陪我参加咪得咯。喂喂，唔好走，唔好走。